意味着我们距离38区跑完已经剩下倒数计时了。那我们来到了全高雄市38区倒数第二小的区，好，倒数第二小的区就是仅次于盐城区之外就是行进区，但是是38区里面刚才校长所说的最有特色海岸线最长的一区，就是我们的奇迹。我们这次主办单位安排的路线非常棒哦，我们会大概跑北边的奇迹，好，所以呢我们会待会会经过我们的全台湾历史上第一间的教会，就是我们奇后教会，也会呢经过最有这个历史古迹的天后宫。那同时呢我们一路跑下去，我们也会看到我们的奇迹医院，看到现在的彩虹教堂，看到了许许多多贝壳博物馆公园等等的，都是奇迹最美丽的地方，欢迎大家可以一起享受这个今天的旅程。那当然我们也期待未来我们可以把奇迹打造成观光跟购物的天堂，我们希望未来在这个地方变成最绿色最环保最好玩的地方，所以我希望能够把这边的西河港口然后迈向像日本的足地市场一样，整理成这附近所有的海鲜以及港口，未来所有的观光客来到高雄就一定要来到奇迹去享受在这里高雄版的足地市场。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里变成绿色载具的天堂，不管是用坐船的，还是用我们人力车，还是用其他非汽油的电动的载具，可以让玩奇迹也可以玩得非常的环保。当然同时奇迹就在我们的高雄港旁边，所以我未来主张让高雄港成为最干净的港口，所以燃流量的这个燃油的标准要降低要提高，我们也希望说未来进入高雄港的所有的船只都应该要尽量的减少污染，让我们不仅看得漂亮，在闻起的空气里面也会相当的干净。那当然最后我们还是期待说我们38区跑完了以后会想到奇迹，你会想到这边浓浓的人情味，你看我们这边有里长，我为里长拍拍手，你搞捷运就出来走的，还有在脚上人出来一起跑的哈。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里我们有在地的企业家回馈乡里，有做船舶修理业的我们的四豪兄，那他的这个现在是家长会会长。然后呢这个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奇迹医院，要特别请各位为奇迹医院拍拍手，因为奇迹医院守护我们奇迹开立了24小时的急诊，相当的不容易，谢谢高医哈，谢谢奇迹医院张院长。那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受赠单位，这次受赠单位呢就是由当时高医接手奇迹医院之后的第一任的院长郭昭宏郭教授，那他呢跟他的算是阿伯叔叔郭律师一起发起整个海鸥基金的计划，希望能够让在地我们的这个整个居民普遍都年纪比较大的一个奇迹区能够在这里得到最好的照顾，所以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发起了这样的一个基金的募集，募集了300多万，现在有奇迹医院非常妥适的在照顾安葬在这里洗刷，所以拜托各位在座好朋友一定要量心跳，因为每一个心跳就可以捐1块钱，我们捐低成塔一起为我们奇迹区的老人，为了奇迹医院，为了高医加油，好不好？好。你看我们都有缘就好了，他上一个学校就在前进国小，就是我小孩念的国小，结果他来到奇经我们又见面了哈。那所以呢最后祝福我们的奇经国小赵云昌龙，奇经国中也是，也祝福在座所有的好朋友玩得愉快跑得愉快，谢谢大家，谢谢。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公益爱心哦，大家请委员来公告一下我们今天的心跳准则的总数。谢谢赵院长，谢谢护理师，谢谢今天所有奇经医院来这边支援的好朋友，以及所有的好友，再次向大家问好，大家好。好。今天真是凉风徐徐，前半段有点热，后半段很凉快。好，那真的体会到奇经人的热情跟美好哦。那我跟各位报告呢，就是我们今天好的这个心跳总数高达39888下，掌声鼓励。来，掌声鼓励。在地老道郎，那我们也要照例念一下我们累计到目前为止的成绩。大高雄38区公益晚跑已经跑完了33个行政区，我们总共加今天跑了213.1公里，然后呢，总共报名人数今天正式超过30062名，好的人次，好，掌声。
声鼓一下，掌声鼓一下，再创新高。那我们的心跳指数呢，同时也破了一个整数，我们破了80万，来到80万7970下。然后呢，我们的公益捐赠呢，正式也突破了这个100万元，我们拿到了102万3686元。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是我们跑友报名人数、心跳指数跟公益捐赠哦，我们一个破了3万人次，心跳指数破80万下，公益捐赠正式突破100万，再次给自己掌声鼓励鼓励。然后呢，我们就期待我们的这个奇迹医院继续卓越，帮助我们奇迹在地的老。那我们是不是也请院长跟大家讲几句话，为跑友勉励一下？好了，我们请张院长。好，谢谢委员举办这么有意义的，我还第一次听到说心跳几下，这个实在是突破的壮举了，绝对是继续应该办下去的。那我们在幕后，虽然接受是捐赠是女捐赠，那一定会根据大家的爱心，来根据大家的需要啊，以及在地人的需要来替善举医院这笔钱。谢谢，谢谢。我们谢谢张院长。来，我们现在有一个心跳资格一个签名作证哦。因为这边我们今天赞助整数4万块钱，给我们奇经医院在地医院的海鸥基金啊叫过来摆地哈，基金家有我人家哈。好的，我们请两位摄影师来，我们院长一起照个相。民政科科长，我们张科长，我们康道明的好朋友贵宾，请往台上移动哈。然后我们奇经国小，我们在地的杨校长，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还有介绍到的贵宾，我们就往前面移动一下，帮我们大家挥挥手一下。好，我们今天在地，这个声音小声一点点好了啊。我们今天在地奇经国小的杨校长，哇，美女哦，美女哦，谢谢校长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场地。然后我们奇经在地的国中，奇经国中张校长，是蔡理事，哎，蔡理事还没到吗？哦，这边，高理事来，拍戏，快来，哦，换衣服了哈，哦，来，谢谢。好，这位，还有我们今天受赠单位，我们高雄市立奇经医院张哲明张院长。我们今天的陪跑名人也是我们之前的奇经医院的秦院长，我们的郭昭宏郭教授。接下来人来哦，好，北上里的黄无名黄理事长，好，1002。实践里的杨台生杨理事长，好，正心里的王，好，那我首先来邀请几位贵宾代表，大五安的郭院长，所有的理事长朋友们，大家，那所有保友们，大家好，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全高雄市最美丽的海岸，就是奇经海岸。高雄的起源在奇经，全高雄的第一公学校就是奇经国小。今年2017年是奇经国小120周年，所以大家很有幸来到这里，以最健康的方式，我相信你们用最健康的方式跑向迎向你人生的第120年，大家加油 ，Go！ 加油！谢谢
那这一张校长来帮我们讲几句话哈。我们立委哦，我们的郭贤院长哦，张院长哦，各位里长哦，各位长官啊，各位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哇，今天是一个盛会哦，看到那么多热爱运动的朋友到我们基金来，我们真的整个岛很有活力。那我们呢，希望待会呢，大家呢能够跑起来，好让我们的健康，好让整个岛更加的活络。祝福今天的我们的大会成功，谢谢，谢谢校长。那我们再请蔡理事来，蔡理事帮我们讲几句话，美女哦，啊，蔡理事是 K 级哦，哈。那在这一位，这应该比较会讲的哦，余牧师，你也不用吗？帮我们祈福一下好了。好，可能是 K 级哈。好，不然我们再邀。今天的活动是大家愿意为。怎么样？可以啊，嘿嘿，盖章特写。来，帅哥。嗨 ，OK。妹妹，这两张底片都给你。